这个礼拜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我可以遇到很多每天我们生活像手机和捷运，每次开电视我们看到的卡通的配音员。我学习到了如何用喉咙扮演出许多不一样的声音。我与我家娘子分开千年，每天不是睡觉就是打麦块。我家娘子嫌我不求上进，还鞭我一顿就走了。唉，劳纳害你被蹂躏成这副模样，确有不甘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我帮你一回。因为我声音比较高，所以没办法用胸腔共鸣来研发这个角色，所以我就用喉腔来代替胸腔。可以选一些配音的技巧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所以如果配音员要配一部影片的话，就是包括他的肢体动作，或是脸部的表情，或是他的情绪，都投入在他要配的这部片子里面。这是让我觉得配音员非常厉害的一点。我觉得这营队真的是让我改变很多，让我变得这么自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营队。